Everybody, my name is White. Welcome the red. 算了，我们今天要再玩我们的 score 哦。我们今天就来开始介绍一些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但是我觉得它的取得方式比较困难点的老鼠。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巫毒娃娃鼠。哎，念完了。我就是要趁你在碰到我之前把那个巫毒娃娃鼠给讲完。我们来试试看这把大镰刀，呵，好强哦！哎，这把大镰刀的伤害是比我那把还高啊！对，我们今天呢要来做巫毒娃娃鼠之前有一把刀也是在那个什么工业里面的一把刀吗？它叫做提尔风，是不是？这把刀的伤害是5，但是因为它是说护甲值越高，伤害也会越高，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打这一只的话，是不是如果打机械怪会就是那个机械老鼠会不会比较强一点？嗯，我是不太确定，但是它其实跟一般的剑士一样的，就是我们可以附魔什么耐久啊、修补啊、消失啊，或者是锋利等等之类的，应该有助于提升一点它的那个伤害之类的。那如果要做这一把剑的话，我们就先这把剑的话，我们就先这把剑的话，我觉得我们应该晚一点再来弄好了。这个剑看起来有够复杂，又看起来又难用。我们先来去找灵，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巫毒娃娃鼠，不是需要一只那个叫什么？零地的那个嘛，零底，就是那个在要超过10000多格，然后你才会遇到那个房子，对，那个房子，然后那个房子里面会有这个叫做这个叫什么不死图腾，对，我们需要3个不死图腾。只要有用，买一张零地探险家。我们来看一下地图，在这里哦，这边有一栋。所以说地图如果是在我的点，在我的白白的点在右上角嘛，那我们就是要朝地图这个方向一直不断的走，然后至少要超过10000格。地图有了，出现了，我的这个右上角的地图也出现了，就是这个超过10000多格。嗯，好像是离重生点的距离大概10000多格吧，它才会开始生成这个林地宅府，还是宅府林地，随便了。有了，在那边我们来去偷我们的东西吧，幻魔者。我听到声音，但是没看到。哦 ，Hello， 请问你有看到幻魔者大大门吗？看起来是没有，他可是在这里的小员工之类的。我不要这些，这个可以上去吗？没有，这里根本上不去。我把，这里他没有种东西吃，也是会怕饿的嘛。对啊，在家里面自助种菜最健康了，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这是我进来的地方。幻魔者哦 ，Hello， 味道士，你是味道士，你会掉牌子吗？我觉得你不傲，对不起，你好逊哦。他不会掉牌子啊，这边有哦，他是工匠啊，这也是工匠区，是不是？怎么都怪我的声音啊，好像还有巫婆。Stop it！ 我劝你不要叫老鼠出来做事啊！嗷！我跟你讲，你敌不过我的老鼠啊！你还靠这么近，想死是不是？哦天哪，掉好多东西哦！我不是来这里找你们的，我是要来找幻魔者。哎呦，谁啊？可恶！我点到我家老鼠。呵，自动追踪，酷。Hello。幻魔者在哪里呀？还是说幻魔者要在晚上才会出现？快，走开！我居然拿电池捅他！天哪！哇，你们还有小餐厅哎！你们一定要讨论一些人生大事，还是要把谁开除，对不对？哦，这房子那么漂亮，可以不要这样吗？真的是，啊，这真的是非常破坏地形美观哎，受不了！走，里面这边有没有人啊？幻魔哦，是幻魔者，我看到了，耶！呵。火焰，呵，火，哎呦，你就是传说中的幻魔者，你好会超能力哦！我终于看到他们开会的地方了，就是这里面。我第一次看到幻魔者，所以有点小兴奋，好不好？小兴奋，虽然大家可能看到好几百次。哦呦，生气的幽灵！哦，天哪，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看到你们偷开会。那我家老鼠，我家老鼠在里面飞，呵。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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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力，可恶！哦呦呦呦呦！哎，你们冷静好吗？吃我炮弹 ！OK， 哎呦呦呦，掉！不要，有了！不死图腾一个，我需要再几个就好啊！应该还有吧？只要再几个就好。这个我不要，我只需要那个什么不死图腾。这里面有没有？
有没有人在睡觉？哎呦，要修了，睡觉就睡觉，不要每次爬起来拖死我一把剑好不好？这真是，呜呼，来打他，咬他，快点！我都快被喷死了，你还不救？你这只老鼠真的是做事情都要做一半。哎，晚上了，好快哦。那所以说是晚上的关系才让他们生成吗？哇塞，还有三楼，好好好好好 ，OK， 走，打他，漂亮漂亮。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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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东西吃东西。哎，嗨，他怎么在那边闲逛？他是觉得无聊啊？要不要当我的伙伴？哈，要不要嘞？要不要？你以为召唤那些小……哎呦，我的自动追踪好猛！呵呵呵呵呵，吓死你！走开，小精灵，我们的目标不是你。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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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能力又是超能力，可恶！谢谢。这几个了，一二三，有了哦，走开啦，你们，走开，走开，不对，我回家了，用坐标传送，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三个不死图腾都拿出来使用了。这边有一些垃圾，我先丢掉，搭配我们的瘟疫原值这一些晶片，应该就可以把一只巫毒娃娃鼠给制作出来了。有巫毒娃娃，100点老鼠基础生命值，并且会超快生命值恢复。那我们就来实验看看这个巫毒娃娃鼠究竟会怎么样的分担我的伤害吧。来找一只，哎，有生出来，来，对不对？哎，来，对不对？出来，我发现我好像空间太小了。他们每次生小孩的时候都有一点好像空间不够的问题，对不对？我好像每次都是放出的时候他才会开始那个帮忙，就是生小孩的样子。那么就把这个巫毒娃娃鼠给他，他的血量被加了100，然后跟随我。 OK， 跟随我， Let's go。 我来吃一点伤害，我们来试试看巫毒娃娃鼠会怎么分担我们的伤害好了。来，请出奶。然后有没有怪物啊？有没有？有木有？通常这边怪物都会很多啊，只不过有的时候就是莫名其妙会消失一阵子，可能是发现我有新能力之后会怕的吧，会感到畏惧之类的。啊啦啦啦啦啦啦，看一下远方有一只僵尸，我们去那边好了，我们去那边。可是因为我有黑色的心，哎，这样的话那个伤害要怎么评分呢？不知道，我们试试看，可能，苦力霸不行，苦力霸都是那种一次伤害而已，我要连续，我要连续，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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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我，有哎。老鼠会叫，有没有？有，老鼠在分担伤害了。可是老鼠恢复速度很快，你看它的血量，哦，所以伤害被平分了，哦，我完全没扣血啊，我连那个黑色的心都没有扣，哎，所以是他帮我把，真假的、啊？哎，可是我的耐久一样会掉。那如果说我全身脱光，不会扣血，哎，不会扣血，都扣在老鼠身上啊。哎，那如果说我把你戴在头上，我把你戴在。OK， 如果说我把它戴在头上，那僵尸或蜘蛛来咬我，来，呼，呼，不会受伤哎、欸，哇，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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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我从高一点的地方摔下来呢？我去跑到那个什么那个村民的屋顶上，然后从上面掉下来看看会不会受伤？我记得好像有一间是可以爬上去的，魔敌人哎、欸，啊，让魔敌人召唤他的小老鼠来咬我，来，请咬我。哎、欸，会，为什么老鼠的攻击会？为什么？你们还想咬啊 ？OK， 没事没事。哎、欸，啊，我家老鼠嘞，我家头上那只老鼠嘞，哎、欸，哎、欸，对啊，我头上那只老鼠怎么不见了？跑去哪里？哎、欸，出来了，显示问题。OK， 没事没事。啊，不会痛不会痛。老鼠嘞，会不会死啊？它只有100滴生命，完全不会痛哎！咬它，咬它，打它，非常好。嘿，我帮你，不错不错不错。OK， 怎么样？哎、欸，怎么样？你的伤害怎么样？也还好啊，它的血量恢复很快啊，所以那个时候受伤是因为电脑显示老鼠不在我身边。然后才没有扣到血，还是怎么回事？我不晓得。我先跳下去，然后自杀看看，不是自杀就是自残一下。我先吃个东西，让我们的血量回到满。来，让我试试看，好兴奋啊 ！OK， 我要跳喽！一二三，哦，哎，也是老鼠受伤哎，所以我不管被怎么围殴，都是扣在老鼠身上。哇，
好棒的功能，好强哦！那如果放，如果把这个晶片放在那个什么，那个飞行者身上啊，不就超级猛，超猛的耶！而且他前面前期就可以做出来了，超厉害的、啊，咬我，完全不痛不痛，我可以不用穿装了哎，全部都给他拿来抵伤害就好啦！哇，那溺水伤害呢？我们溺水看看，溺水看看，掉落伤害也是他的啦，这个哎。欸哦，原来是两个小朋友，我想到怎么奇怪，有一个从土里面爬出来，你的衣服突然像土色一样，就跟你现实一样，怎么样？从土里面爬出来的妖怪，走开！哦，哎、欸，这好棒哦，装备什么的超烂的啊，这种老鼠才是天下第一，好不好？哇，哦，你看看，这么的轻松自在，来，我们进去水里面，然后让它开始扣那个泡泡，就来实测一下。溺水究竟是算在我头上，还是算在老鼠身上？我们要稍微过上来让老鼠出去呼吸一下，不然的话老鼠会溺死。快到了哦，要开始扣了哦，好兴奋哦！哦吼吼，好兴奋哦！哦，扣老鼠的，是扣老鼠的血量。OK， 溺水不是我的。那再来，还有一个测试，火焰测试，我们来看一下究竟火焰是他的伤害还是我的伤害。欸，如果说真的是你的话，那哦，好爽哦，直接裸装啦、啊、不需要穿装了，什么黑色爱心的根本不用啊。来 OK， 来3、2、1，是老鼠的，我连现在被烧的这个火焰状态也是算在老鼠身上。欸，哇，好虐哦，但是好好玩哦。哇，什么装嘛，不用穿了啦，早知道就先把这个东西老鼠生出来了，好猛，而且你血量恢复超快，这根本就成，欸，这是无敌鼠吧，这完全是无敌鼠啊，好猛哦。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老鼠，但是我真的觉得它超级厉害的。好的，那么就这样，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回再见，拜。